感动，是我们所有的家庭照顾者无怨无悔，而且牺牲奉献，那用耐心爱心来照顾我们的长者前辈，照顾我们所有需要照顾的朋友。那云林县是一个高龄化的县市，高达到18%哈，那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这些照顾服务员来服务我们的乡亲，才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乡亲呢整个生活的机能跟生活的品质，以及被照顾的这样的一个量能哈能够更有品质，而且更能够提升。我们这一次是受到这个云林县政府的委托，我们救国团也是对这个社会公益这方面非常的投入。如果有需要救国团协助的地方，我们救国团会全力来帮忙。